大家好，我是叶子，今天是新的一天，也是大年初一，是我们相逢的第31天，很高兴能够在这里认识你们。在这里首先刷到我的叔叔阿姨们，哥哥姐姐们，给你们拜个年，虽然我们没有见个面，但是我们却建立了奇妙的联系。我是来自一个地地道道农村宝妈，通过勇哥的视频让大家也认识了我，了解了我。以前的我 不怎么说话，也没有什么想法，也不自信，只会干农活。是你们的关心和鼓励，让我在我的生活中变得更加坚强。每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，你们总是第一时候给予我支持和建议，让我有了克服困难的勇气和力量。是你们用一颗颗小红心，一句句暖心的话，让我感受到家人的关心和疼爱。感谢我哥哥姐姐们、叔叔阿姨。 我想借此机会向每一位关心我、支持我的网友表达我的感恩之情。感谢你们在我的生活中出现，让我的生活世界变得更加的精彩。感谢你们让我相信自己可以做得更好。感谢你们的理解和陪伴，让我感受到真正的友谊。新的一年，新的一天，就让我在这里为你们许下美好的愿望。 愿我的家人们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心想事成。愿家人们在龙年里龙腾虎跃，一飞冲天。希望在以后的日子里，家人们能够继续陪伴着我，鼓励着我。最后，叶子祝我家人们新年快乐，拜拜。